员工从后方出现，送上惊喜。惊喜歌王林俊杰38岁生日，开直播与粉丝同乐，还有一位神秘人物意外现身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继续帮我唱。祝你生日快乐。Selina 捧着蛋糕站在摄影棚中，林俊杰吓了一跳。员工安排庆生桥段，蛋糕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寿桃，插上象征03岁的3岁蜡烛，要 JJ 许下心愿。我们、你和我、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一切都可以是幸福美满。祝福你。直播欢祝生日前，另一位神秘嘉宾则是许久未露面的天后孙燕姿，带着小蛋糕，笑容灿烂，站在林俊杰身边。IG 还放上两人手比爱心照片，祝贺 JJ 永远28岁。而另一位天王罗志祥则为新专辑直播挑战高难度的生僻字歌曲。句句独行，醍醐灌顶，翩翩挂蝶，风云归零，横行大大，犄角旮旯，拼命了不提四方，多扰扰，不休不让不由。哎呦，你看到没有？一口气都能全唱完，粉丝线上点歌，罗志祥挑战即兴演出，甚至还加码实验网络疯传怪食物组合，像是布丁加泡面。我不能接受，真的假的？对于暗黑料理，小猪吃到脸部狰狞，直呼吃起来怪怪的。不过那惊吓模样也逗乐了所有粉丝。记者阿公亚曼、林玉涵台北报道。